代社会的妈妈简直就是超人般的存在，既要会赚钱养家，又要会带娃，照顾公婆，料理家务，要是再加上一个缺位的爸爸，不帮忙带娃就算了，还整天和自己吵，那妈妈简直是要崩溃了。所以在这样的高压状态下，他们总是非常容易焦虑，一焦虑情绪就容易情绪失控，变得歇斯底里。可是外界压力再大，在外面也不敢发脾气，只能打包回家发在孩子身上了。那今天星智就和大家说说怎样让自己不那么爱发脾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做一个温柔的妈妈。就以下面这个妈妈为例，关键词控制脾气问，这是一个关于家长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的问题。家长提出4岁儿子是乖巧懂事的好孩子，当孩子不听话时，自己就想发脾气，觉得自己脾气不好，问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。提问留言截图答，对孩子发脾气是大多数家长会犯的错误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星智有2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。首先，大多家长们都能意识到这一错误行为，但是他们往往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焦虑当中，每当孩子再次激起家长的坏脾气时，又会控制不住自己，从而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中，长此以往会导致家长情绪不稳、焦虑，而这些都会传达给孩子，因此请避免自己进入这一误区。其次，和大家分享几个控制脾气的方法。一，我们必须认识到孩子只是孩子，孩子与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可以去组队旅游来放松，可以出去大吃一顿来缓解，可以用剁手的方式来平衡。你是否想过我们的小小孩儿，他们可以怎么做？在他们的年纪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，又不具备能够随时控制住自己情绪的能力，无论是他们的困难、烦恼或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候，他们都会通过发脾气、哭泣等方式进行宣泄，这是他们情绪的泄洪口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和孩子一般见识，当孩子做让我们生气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成人，我们拥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，而孩子这方面还需要成长和锻炼。二，你为什么对孩子发脾气？有家长说，看到孩子的那个熊样子就会有无名火，你要清楚，这种不点自燃的无名火也是你对孩子长期形成了一种不满意的态度，还是要冷静下来，找出让你产生这种态度的根源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为什么对孩子发脾气？那么有哪些控制自己脾气的技巧？一，深呼吸，控制情绪让自己冷静的小技巧就是让自己吸入更少的氧气，所以当我们难以冷静的时候，吸引应该保持这样的节奏，一二三吸气，再三二一呼气，记得呼出稍多一些。二，慢一点回应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别忙着回应，让自己停顿想一想再回应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冒险立刻做出回应，而是回到理性方法上，用更合适的方法来应对孩子的行为。三，找到一个放松心情的好方式，当你没有对孩子发脾气，但是你的内心还是很难受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和家人聊聊天，出去散散步，看一场有趣的电影，玩玩游戏，跑跑步，跟着收音机一起唱歌等等。约翰·班扬曾说，假使父母慈爱地对待孩子，在爱怜的责骂中混合着宽恕，将爱怜的责骂带上父性与母性的同情，那么他们更可能拯救自己的孩子，而不是粗暴和苛刻地对待孩子。和各位妈妈共勉。